旧金山唐人街，这边还是很热闹嘞。榴莲，3.8块一磅，榴莲，3.8块一磅，双喜甜橙1.3块一磅，苹果1.2块一磅。我得走了，好多事呢，我得走了。这边的冰就是冰，这边的菜还是很中国化的，还有莲藕啊，1.6块一磅。这边还是很方便的了喽，我得走喽，不能在这里久留喽，我找一个地方吃一巧克力，吃一好克力。这边噪音挺大，都是广东话嘞。这写的是百利，百利而无一害。这是葡萄，百利是个品牌啊，看写着百利油菜，不收粮食券，只收现金。顶级黑山羊，8块钱一磅肥，新鲜草羊有肥，天天运到。带着皮儿的这个羊，吃草的羊啊！好消息，即日起至本月底，祭祖金猪特价，大猪300，中猪200K，小猪250，路边特卖9块，补肾壮阳。这是好东西。就是卖海鲜的，这是。各种鱼。各种东西，可惜我没有时间在这里逗留了。还有柏树叶买的，老美也抓着中国，拿着这个咱们中国的小包吃呢。莲藕1块钱一磅，不太新鲜了。油菜是2.5块一磅吗？苹果1.3块一磅。这老外也在研究，在这买什么中国的，sure 是当然的意思，对吧？sure，百利啊，这边好多都买百利牌的什么菜呢？毛瓜没毛啊，1.5块，日本番薯1.4块，巴西鱼仔2.4块，吃微距糕点。蛋糕、面包专卖店，买药，机场接送，高价收购旧邮票。中国护照更新，美国护照更新，广东话电话卡，这边不让走了，连接社区 （Connect Communities） 华埠白兰站，这边有些华人说流利的英文啊，是华人的面孔，但是讲英文啊，不讲汉语啊，也是在这边移民时间久了。受环境的影响，像有些印度人讲英语，I'm dirty, my wife is dirty too。他说的是我是 I'm thirty, my wife is thirty two。本来说的是我30岁，我老婆32岁，结果他说 I'm dirty, my wife is dirty too。
我很脏，我老婆也很脏，说成了 dirty。哎，哎，哪条街下去？从这条街是不是可以下去了？从前面那条街下去。我感觉是不是从这条街可以下去了？啊，它这有这个直梯，这边很方便了。啊，美国银行，旧金山这边就是比较方便一点吧，比较方便这边，有好多老人在这生活，华裔的老人。在这生活，要那个说玩意儿，听不懂，说是你在说神呢，你在说神了。这咳嗽的，哎呀，这不停的咳嗽，这歌咳嗽的这歌。哒滴哒哒哒滴哒滴哒滴，哒哒滴哒滴。天祥药行。这些老外啊，倒是来凑热闹。热拉尔湖吧那边。又在拉尔湖吧。嗯，这是中国传统的这些菜，报税啊，先开始报税了，现在。代租 ，for rent， 招租。又回到唐人街来换一脚了，昏昏欲睡啊。嗯，好多好多华人。这个人骂人的，这家伙。再见，再见。唱啥呢？这歌。那女的还在表演呢，那女的。他一定更多。